我爸就整点好货。嗯，这好货，你看这，哎，这啥玩意？你看看啥玩意？鸭食。我买的，我还不知道。净尖端的。啥玩意？这是喝韭菜。挑一遍。哎呦。葱姜料酒，其实是沫子。我爸今天没使那大肠勺子呢。没有，这个切沫子这个好使，这个反手大，炒菜是肠勺子。好了啊。好了啊。这玩意儿煮一会儿就得熟了。对。总监一会儿尝一个，总监又跑了。看看，哎呀，这颜色上来了，行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。汤，这是原汤。哎呀，坨了！这是炒一个土豆丝炒韭菜，你吃啥？干炒的。干炒的，非常不错。这好吃，大米饭，下饭菜儿。哎呀，这坨，听好。嗨，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前两天我买的鸭舌，完了之后今天让我爸给整上了。这叫啥呢？酱鸭舌。不是特别辣，有点微辣。这太辣我爸吃不了。完了我整点这个小米辣啥的，辣椒油。开饭。今天喝点儿，每天都得喝点儿。今天喝点儿。整点好菜了吧？好菜就下酒菜。啊，赶紧吃吧，快弄了。荤有素。哎，今天整个大白熊，就这些白的。咋样味儿吧？挺好。哎呀妈，这咋这么嫩呢？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挺好吃。这上边这两个是脆骨啊。对。这是鸭舌哪块呢？这鸭舌。鸭舌哪块？鸭舌头呗。就是鸭的舌头吗？鸭舌头哪还有骨头呢？鸭舌头没有骨头，没有骨头怎么嚼东西吃？
必须得有火。二斤，这不出数啊？也行，来吧。土豆丝炒韭菜是俺家常菜，从小就开始吃，吃大米饭是不是？嗯，还是那个味儿。那土豆丝还能变味？这菠菜，我爸说这菠菜涨价了，8块，咋那么贵呢？嗯，这一夏天也没吃菠菜。搁家吃菠菜涨价了，是吗？这个菠菜挺好的。哎呀，这墨鱼饿了，辣吧，是吧？这玩意不辣不好吃。你看还愿意搞点辣的。我就愿意吃点辣的。我妈今天也拿。赚的3块5套，两个猪的加一个身子。嗯。嗯，不拿手啃，你这小玩意儿太小。那不行，它这肉一咬是哏啾的。嗯，这俩玩意儿跟哪儿长的？底下着呢。俩给腮帮子上。来。不知道。就这挂钩挂钩的。嗯，袋子挂钩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我原来是挂钩总嘎嘣儿的，啊，有时候就是。这回呢？现在也是。那你这吃饭张口太大了。嗯。张口，张嘴太大咧的，把挂钩张掉了。妈，你这字儿我打不上，还咧的，咧字咋写的？咧就口子高个裂字，不叫咧吗？哎，嗯，叫啊，叫我一寻思就能叫，我猜的。你果高逼，你不知道咧字咋写？那也不一定啥都会。啥好吃？魔蒸，魔蒸，魔蒸挺好吃。那天回家买过。那天他要问我买不买魔蒸魔脑的。能脑袋好吃吗？哎，我吃它都没有舌头里头是吧？问了鸭脑袋，鸭脑袋呀，嗯，没有能脑袋，我就吃脑袋。这咋的？下一个能安排哪针吗？嗯嗯，啊，买哪针那个那个那啥，你们吃哪针我咬不动，你给我买两个哪脑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一天冬的时候，这点哎呦我的妈！看这鸭舌是不咋解嘎子是吧？不好啃，还买哪的了？我的妈，你升级了！哪爪子、哪针那都贵呀，啊。真的哪爪子行？老贵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算啥样呢？得给你还抽去？还拿鸡爪得了，还哪爪子？鸡爪还就行了，你还吃啥牛爪？鸡爪子净骨头。哎呀妈，真丢人！咱还没骨呢。哪个爪子我正寻思能有肉，那有用吗？因为它有那巴掌，比这有用。那鸡爪子它没有那巴掌，我太难了。那难啥呀？这么点儿你就难住了。你冬的时候，冬的时候买点，冬的时候有吃吗？看成鸭胗了，鸭什么了？鸭舌啊？那什么大白熊啊？哎。你还有哈吧？没有。大白熊还有好几个呢。嗯。没了。大白熊瓶太大。嗯。这你不整这硬菜，一般喝不了大白熊。这三罐儿。
整一口来。嗯。哎，来吧，来，下回给你安排那啥啊、哦。哎呀，不咋凉啊。下回给安排能这个能那个。嗯呐，现在你说生活是好哈、啊，想吃啥的网上一邮，一点送到家了。嗯。那啤酒今天是送来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不要钱行，不得够钱是吧？够钱你也不会买呀、啊。嗯，我。你比那个上超市强，其实。超市没有不钱。啊。哪儿啊？咱新开门口新开的，门口开个大广场可好了。俺还不能钱，啥都有。啥都有，那有啥？就是正常的呗。日用品。正常用的。你在超市买啤酒都不给你送过呢。开业时候上那里看看。开业行，开业我给你消费一下吧。嗯。现在开始招人了。我天天早上上超市。我爸再不喝一会儿，喝没了。哎，五点钟起来，哎，二十八分钟，啊，就多喝点啤酒，我去，妈，没有那几，喝吧，我就这一杯，哪有那些，一共就剩这些了，是吧？那行，你俩喝，就这么点。我爸说这不到三斤，好像真不到三斤。那到啥了？一瞅都不到，连瓶都没有。连瓶算上三斤。那不用喝那燕京，那燕京三瓶啤酒多少？还便宜。多三勺蒸。啊。你给倒。啊？没有了。哎呦天哪！没看着没有了吗？没看着。爸告你那儿吧。我还喝一杯呀、啊。啊，再喝一杯呀！那你这都给他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提醒你呢，你就喝一杯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就我个人喝呢，那我再倒点给你吧。嗯，这是第二杯。这些都给你。啊，一会儿我看看。啊，这些都给你。没多少，人家一两两，二两酒。我爸是个啥人物呢？啥人物？啥人物呢？喝点酒，哎。还能说点，不喝酒没啥话，是吧？一天的，想喝点吧。你明天让他一口酒不喝，他就一顿饭不带吱声。当兵的人性格一般都是这种性格。当兵人有啥性格？咱没有性格，当兵人才有性格。没事不跟你乱说。闲言乱语很少说。就是没啥事闲唠嗑呢，有啥事儿就说，没事就完事儿，就养成那个性格，就习惯。跟你说句话还挺难。那不要。哎呀妈呀，厨师长。不像东家长西家短，三只蛤蟆六只眼，扯票还这个那的，那。人说那玩意儿。谁说的？那也不是。你现在在这个，这叫他乡吧？你根本你就没有话可聊。没有机会。不是你没有机会，就是你说谁呀？你也没上人家去，你陌生的地方你能说啥？东家长李家短，家乡的事你也不知道。在这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你说谁家？谁家你也不了解。就搁外边看看。你天天看手机，不时刻关注家乡吗？嗯，我天天关注。我爸今天还看人家的楼卖多少钱一平啊？嗯，卖多少钱了？是不是？嗯，房价。嗯。房价了，招聘了，我愿意看这些东西新闻了。家乡那有一个海伦同城，我们俩一家下载一个。天天没事成天关注家乡的大小事儿、嗯、动态。嗯，今天是有雨没雨。嗯，今天咋回事儿？哎
发生什么事了？对，时刻关注。有时候看看同学那个发点这发点那的，还是说思念家乡，知道吗？那当然了。这要你搁这嘎达，要不我们俩早都回家了。一说更想家了。我俩回家多好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可不搁这块儿，人家这不熟的。在这块儿，回家想吃土豆子，就新下的土豆子，早市卖5毛钱一小红鬼土豆子，那一呼噜开花老漂亮。有红鬼子吗？怎么没有呢？咱们那都是那小火姑娘，3块钱一斤那样，那妈买的小孩种了。农村的老太太卖那个小火姑娘，腰可甜了。那吃那东西跟这不一样。嗯，东北人。你要回去，你得夏天回去。你这夏天都过去了嘛，这立秋都过了。今天不行，疫情，不敢回去。立秋了，立秋以后不行。要回去来年回吧。来年我俩得高低回去。待几天呢？待几天说，回家看看。看看那房子搁那嘎都长毛了，看这有几杯？一百还最些呢，还有一杯，还有一杯，你来吧，给你来点吧，啊、我不要这，给我来点啊，太多，那不好意思，太多了，哎，我再来点，剩下再给你吧，嗯，哎，这不少，啊、这点玩意，你再来点，我可不来，总监不要，你不来这，我吃这辣，辣就得够久久的，啊，正好，嗯，来。这辣的不行，我这不能吃辣的，我还没少吃这个。这你买的，你不得多造点？嗯。俺们这借光吃点。哎呀妈！我愿意吃鸭身东西，鹅身东西。鸡身的东西不愿意吃啊？鸡身东西也行，鸡身。我最不愿意吃鸡心脯肉。我的时候，他就是吃一个感觉。对，落雪吃鹅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三公斤谁家杀的呢？他屠宰场有的是，一年四季都杀，但是不是那个味道，不是对，没有那个感觉，肉都不是那种，就跟啥咋说呢？就跟说那个吃那个豆包似的，嗯，你夏天吃豆包就不是那个感觉，你要是说3-9天吃豆包，那家伙冻杠杠的那种，嗯，看这小骨子味儿，对。这啥功能呢？啥功能？这玩意儿吃的慢，这玩意儿。不是，你就看这些骨头棒啥功能啊？能整出来吧？就这么细一个玩意儿，罗半盆。你得说咱们这玩意儿整的都挺技术。嗯。来吧，干杯呀！咱拉过来了，来。干杯，周子。嗯。干杯，跟大家干杯。嗯，干杯。干杯。周子。哎呀，一个大白熊。吃咋样？喝咋样？下白菜吃挺好，吃的溜光。不是这三个菜吧？今天都对我好，对你好啊。那土豆丝儿和那个菠菜炒鸡蛋，那这个也都挺好。我妈总结，你这当领导的领丁蹲你口不容易啊。不容易。嗯、那可不，下次你点，你说做啥就做啥。今天整的挺好，这玩意儿得高点辣椒，要不高辣椒的话也不咋太好吃。是不是、啊、一点味儿没有、就是辣的。俺们是一个大白熊喝挺好，那个今天到此结束，非常好，呵呵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那个明天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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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